这么晚了，你实在没有必要来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来了。雷蒙，如果道歉可以稍稍减轻你心里的创痛，我愿意说1000句、10000句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这又何必？你并没有错。 你也没有骗我，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你爱我的话，一切都是我自己在自作多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不，你千万千万不要这么想。我认识志培在先，如果没有志培，我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志培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而你的感情也不会随意变换。如果是那样的，那这一份感情也就不值得珍贵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向你致歉。请你原谅我，曾经想以你作为我感情的避风港，对你所造成的伤害。过去的事。 就不必再提了。说实话，如果志培不是我弟弟，如果我不是欠了陈家那么深的情的话，对于一个我忠心喜爱的女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毫无意义了。 谢谢你来看我，我会永远永远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的。谢谢，我也祝你早一天找到比我更好、更适合你的女孩子。你明天非走不可吗？能不能不要走？你走了，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的。 而且，你在台北的工作计划，不是也还没完成吗？你不用担心，刚才我是太冲动，现在我已经决定不走了。刚刚我接到 David 的电话，也就是志培的爸爸，他说他马上要到台湾来。什么？志培的生父？他是来和志培相认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失散了10多年的亲生儿子。 一旦找到了，我想，换了是我，我也会摆下一切，专程飞来。珊珊，到时候恐怕需要你多费点心喽。哎，你不是离开台北了吗？本来我就决心回到山上去的，后来珊珊追到车站，硬要把我留下来。哦，进来吧。 季美兰来找过你了。美兰？是啊。喂，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记得以前我问你，你跟季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说你跟她只是普通朋友。那怎么你一来，她也跟着来啊？是不是你告诉她你在这里，叫她来找你的？我没有啊。没有才怪！我家地址你不告诉她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真的没有，是。 珊珊说的了，珊珊，喂，你们搞错，珊珊她怎么会？哎，慢着慢着，你说珊珊叫美兰来找你，那珊珊又是怎么遇到美兰认识美兰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听美兰说，珊珊是她工作工厂的老板，她对她很好。哎呀，搞什么？你们这是一道什么鬼三角习题啊？ 我都快给你们搅昏头了。见你的鬼了！我跟珊珊之间才没有什么三角习题了，你少胡说八道好不好？事到如今呐，你否认也没有用了。我从季美兰的谈话内容来判断，她对你可绝不是普通的关心哦。哇塞，你小子魅力不小嘛！别开玩笑了，小赵。啊，好好好，不开玩笑。言归正传。
我记得有一次我陪珊珊上山去找你，就看到你跟季美兰在一起。你知道当时她心里有多难过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珊珊和美兰，你到底爱的是哪一个？我说了，我跟美兰只是普通的朋友。可是美兰不把你当普通的朋友，你怎么办？不会的了，老兄，我虽然没谈过几次恋爱，可是恋爱中的人我见得太多了。我敢断定，美兰她已经爱上你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那你现在住在哪里？以后又有什么打算呢？珊珊替我租了间单身公寓。他要我好好念书，准备明年重考。你早该这么做。我刚接到老师寄来的一封信。志培，到了台北，一切都还好吗？顺念，见到珊珊没有？你们之间的事又将如何解决？珊珊她是个好女孩，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言归于好。不过，感情的事切忌勉强二字。你和珊珊分离这么多日子，若情势有所变化，那也是应该在意料之中的。望你能冷静处置，为自己，也为珊珊，保留一份最美好的回忆。另外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和你阿金姐考虑再三的结果，认为不该继续把你留在山上。你的学业未完，历练也不深，留你在我们身边，固然是达到了保护你的责任，却也剥夺了你成长与选择的机会。所以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你就留在台北，暂时不必回到山上来，或找工作，或自修，再不然半工半读进补习班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我会按月的把你的生活费记上。总之，年轻人应该以学业为重，其他的都在其次。最后，不论你有什么决定，请务必的要给我捎信来，让我知道你在哪里。没什么，不小心打破了个杯子。我来。你呀，眼睛不行就早点睡，不要太劳累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大概这边有点脏了。怎么会？我看看啊。没有啊，很干净，很亮啊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不对呀，还是有黑点。老板，是不是镜片有问题？不可能，先生，你放心。我们店里的镜片都是我亲自配的，如果有问题的镜片，我们是不会卖给顾客的。哦，那为什么我戴了眼镜，总是看到一个黑点？哦，你仔细看看，不戴眼镜，那个黑点还在吗？哎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，不戴眼镜，好像还有，淡一点就是。这就对了，先生，你的眼睛啊，应该要去看眼科医生了。我知道有一种毛病啊，叫做视网膜剥落，好像就是你这种情形。先生，你的眼睛不看医生不行喽。大夫，我的眼睛，李医生，很抱歉，我们的医院设备不够，恐怕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眼睛。你最好尽快的转到台北大的医院去诊治。
为什么？大夫，求你告诉我，我的眼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需要到大医院去治疗呢？这，根据我的诊断，你患的极可能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网膜剥离症。网膜剥离症？是的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病例，起因是眼球上的胶质液体从网膜的孔洞或者系列流到网膜的后面，使网膜跟脉络膜脱离，造成眼角或者眼睛的上方、下方出现一片的黑幕。一般来说，网膜剥离症它的进展是相当快的，有的人两三天就要把眼睛瞎了三分之二。不过你的情况不会那么严重，但是最好还是尽快的接受治疗。网膜的贴补可以说是眼科手术中最复杂的一种，需要最好的医院设备和有经验的医生，而我们医院这两样都没有，所以只好请你另请高明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开刀之后视觉范围虽然会缩小，视力也将不如以前，但是总比眼中的黑暗区越来越扩大乃至于完全会瞎掉要强得多了。你瞎了眼是不是？看到车子了不会多开了？你眼睛瞎了，还留在身上干什么？怎么啦？没什么，撞到一块石头，划了一下。你看你摔得这个样子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搞的嘛？你下山拿一副眼镜怎么会那么久呢？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嘛？哎，那你吃过中饭没有啊？忘了。什么？忘了？哎，你是忘了吃呢，还是忘了自己有没有吃？我忘了吃。你奇怪了，你去拿副眼镜都会忘了吃饭。我看你下次啊，连你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吃菜呀，怎么光吃饭？有啦有啦。是不是要我帮你加？不用了，我自己会来。你去忙你的。文川呐。啊，什么事？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吧？没有，没有问题啊。那就多吃点菜，光吃白饭啊，小心营养不良。你看，我不是在吃菜吗？
你在干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我想把刚才绊倒的那块石头搬走，我怕万一你不小心也会摔倒。算了吧，你省点力气吧。阿金，干什么？你还不赶紧进去洗个澡？我想到学校去一下。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，学校现在都放学了。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，我总该去看看嘛。那你不骑车去啊？不，不用了，我走过去。谢谢，李主任，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是听到伊万来的琴声，想到他的手好，又可以弹琴，一时兴奋，快走了两步。苏老师，你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远远听到琴声，就知道你在弹琴。如果你的手没有好，怎么能弹呢？这都是苏老师和陆老师的功劳，你应该要好好的谢谢他们两位。是苏老师介绍了老师傅，我哪有什么功劳呢？哎呀，李主任，你的头怎么受伤了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都流血了。我们到办公室去，我去帮你擦药。谢谢老师这么帮忙我们，等我身体好起来，我马上去工作，赚钱来还给老师。不用了，你只要好好休养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我要走了。安静子，你要好好照顾父亲啊。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慢走。青子，快送老师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做功课。再见，再见。女儿来做什么？算你狗运好的了，我哥哥没死了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的。三姬呀，三姬呀，做什么？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这个不知好坏的东西，人家再这么说，也清洁的老鼠，你怎么可以一开口就骂人家？再说，人家每个月发薪水的第一天就给我们送钱来，这么好的人，你到哪里去找？你还骂得出口？他帮忙我们，让我们孩子去读书，将来孩子成功。占便宜也是我们杨家，不是老叔的。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已经把我气死的。我才不相信呢、啊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人的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已经把我气死了。爸，你不要生气。
我长大以后一定会报答苏老师的。老师，八大人，什么事呢？我，八大人，你跑了这么急来见老师，一定有什么急事，怎么见到老师又不开口呢？老师，我弟弟他，八大人怎么了？他感冒发烧，我想问老师有没有感冒药。他病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带我去看你弟弟。老师，把药给我，我拿回去给我弟弟吃就可以了。不行，成药不能乱吃，而且发烧也不一定是感冒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才行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呢？你绕了半天，到底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得很远。不管再远，老师都要跟你一起去。走啊，你弟弟还在等着林楠要回去，不是吗？你弟弟呢？睡在那里。八大金，八大金，八大金，这就是你们的家吗？你爸爸妈妈呢？我们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兄弟。什么？只有你们两个兄弟？你弟弟发高烧，昏迷不醒，吃成药是没有用的。你现在赶快收拾行李，马上跟我走。快啊！这种地方怎么住人呢？难怪你弟弟会生病。赶快去收拾东西，搬到老师那里去住。不，老师，这营好，我们不搬。你好了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多说，搬不搬随你。不过，你弟弟一定要马上送医院。带点钱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今天刚领薪水。那不必了啦，医院还不知道花多少钱呢，你带着吧。我走了。嗯。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头怎么了？没什么嘛，不小心碰到石头摔跤了。怎么搞的嘛？最近怎么老是摔跤呢？要不要紧啊？没有关系，小事情，我走了。哎，骑车小心一点啊。哎，八太勇，八太勇，你要去追你弟弟啊？
放心啦，你弟弟不会有事的。大夫，怎么样？这个孩子营养不良，抵抗力又弱，所以一染上了感冒，就转成了肺炎。要不要紧？像这种毛病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可是如果太掉以轻心的话，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小姐，能不能麻烦你照顾一下？我去打个电话。你放心的去吧，病人我们会照顾的。喂，李主任，找你什么事吗？苏老师，你住哪里？能不能把地址告诉我？我有点事情想过来跟你商量商量。主任，什么事情这么急啊？电话里不好谈，等我过来再说。李主任，请你别坐啊。不用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巴乃基病了，我刚上到医院。巴乃基？哦，就是班上功课成绩最差那两兄弟当中的一个。啊，他们两个成绩之所以会那么差，是有原因的。哦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也是刚刚到他们住的地方才发现的，那简直不能称为一个家，几块破木板搭在人家住舍的屋檐下，没有水电，甚至除了他们兄弟俩，也没有别的亲人。他们两个就好像是被人遗忘的两个孤儿，孤苦伶仃的守在那个破盆子里，在这种环境之下。他们的功课怎么好得起来呢？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这个时代还会有这样的一对兄弟。李主任，你找我是不是要我帮忙照顾他们俩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那最好。巴乃基现在医院都有人要看着他，我又不放心把他有一个人留在山上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你回山上去吧，医院的事啊就交给我了。去呢，外面天冷，小心感冒啊。阿金姐，谢谢你，我不进去了，我要在这里等老师。不用等了，你弟弟在医院里，今天不会回来了。你放心，你弟弟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进去吧，你可别跟你弟弟一样也着凉了。哎，文川，文川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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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弟弟呢？在医院里。他是不是病得很重？他会不会死啊？不要胡说，你弟弟在医院里。有医生照顾，不会有事。巴太勇，你是哥哥，应该比弟弟懂事。你们的处境这么差，你应该早就来告诉老师，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让老师知道呢？今天如果不是巴乃基生病，如果不是老师坚持要看他，还不知道你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呢？老师在你们心目中是这么不可信任，这么陌生吗？老师，对不起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万一你弟弟有什么差错，这个责任由谁来负？好了啦，文川，他已经知道错了嘛，你就别再骂他了。
你还没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有多苦啊？他，反正很苦就是了。改天你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八太友，我问你，你们怎么会住在那种地方呢？你爸爸妈妈呢？我没有爸爸，其实我家住在山里面。小学毕业以后，我一直都想在读书，可是妈妈不准，她要我留在山里做勇士。后来我听说秀林要成立一个国中分校，就偷偷离家到这里来。弟弟知道了，非要跟着我，我就只好带他一起来了。你们两个来了以后，住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吃饭呢？学校有营养午餐，我们每天只要解决一顿就够了。我在山里头学会了挖陷阱、捉地鼠，有时候就捡一点人家不要的菜叶子让番薯，也可以大发一餐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烂东西吃了会坏肚子的呀。还好我们两个身体还算好，吃了那么久也没事，只除了今天晚上。结果今天晚上到底还是出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在开学的时候就把情形告诉老师，来帮忙你解决生活问题，而不是老师自己瞎搞乱搞？要知道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一个小孩子有多大能耐呢？又要读书，又要解决生活问题，这样啊，迟早会闹出事情来的。你知道你弟弟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他得的是肺炎，会死人的。你弟弟是你把他带出来的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你怎么跟你妈妈交代呢？再说，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学生有任何过错，都是我的责任。你这样做，会害老师背上一个没有教导你们、照顾你们的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哥哥带我一起来上学，我好高兴。只要能跟别的小孩一样能读书，就算日子过得再苦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你们两个都要上学，那你们的生活费从哪里来？你们的房子不要钱，可是买米买菜总要花钱的吧？你妈妈会给你们送钱来吗？妈妈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他怎么可能给我们送钱来？而且他也没有钱，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找来的。找来的？你的意思是偷？才不是嘞！我们蔡雅子的有事，从来不做小偷的。我们两个人每天放学以后，一个留在家读书做功课，另外一个就出去挖野菜打小鸟。今天本来轮到我出门的，可是我病了，害得哥哥不但不能安心地做功课，连晚饭也没得吃。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怎么样？八太勇睡了，嗯。哎，他弟弟的病到底要不要紧啊？会不会死啊？我听说肺炎是个很厉害的病哎。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。那你刚刚怎么说的那么可怕吗？那是我生气，骂他的时候说了气话。哦，既然没问题，那你就早点睡吧。眼睛又不好，不要再东想西想的了。
文川，文川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什么事？八太勇不见了，八太勇不见了啦！小心骑啊，别再摔跤了。奇怪了，他会到哪儿去了呢？苏老师早。八太勇，你早上要去哪里啊？谢谢苏老师替我照顾弟弟，我现在要去接我弟弟回家。你弟弟身体还没有复原，你接他回到你们现在住的地方，万一又着了凉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要接他回山上的家。回山上的家？那你们不读书了？我不想念了。那怎么可以？可是我要出来读书，你才把弟弟带出来，害他生病。我不读了，我一定要把弟弟带回家。可是，老师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能再害我弟弟了。那万一你回去以后，又想出来读书，你妈不肯，你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永远都不会再想了。八太勇，你现在还是不要先想那么多，你要怎么打算都得先等你弟弟把病养好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把他带回去是很危险的。苏老师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要出去一下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学校。什么事，李主任？看你好像很急的样子啊。八太勇昨天晚上睡我那里，谁知道一大早就不见了，我要去找他。你不用找了，我刚才啊在路上碰到他，我已经送他到医院里啊去看他弟弟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巴拉基现在怎么样了？没有问题了，他的烧啊已经退了。只要再休养个几天，就可以恢复上学了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过去看他一下。苏老师，你车子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我的车子留给阿金买菜。好啊，没有问题。那，护士小姐，病人呢？咦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他那个小哥哥到医院来把他背走了。他下山去看八奈金和八太勇了。八太勇跑到医院去了，哎，难怪一大早我找不到他。哎呀，那他把我车骑跑了，哎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还得下山买菜耶。不要紧，他是骑我的车下山的。喏，你的车还在那里呢。哦，那还好。啊，哦，对了，阿金小姐，阿金小姐，你的车钥匙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文川有没有跟你提过啊？昨天晚上八太勇难过了一夜，他表示为了弟弟啊，他要放弃学业耶。哦，八太勇是这么说的吗？嗯，我跟文川呐正在商量，看想要用什么办法把他们留下来。哎，苏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啊？他们俩兄弟的事，我昨天夜里也听八奈基说了一点。我想，要把他们留下来，最重要的是得先改善他们的生活。至少也得想法子替他们兄弟另外搬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住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文川，八奶鸡好一点没有？八太坤是不是留在医院陪他弟弟啊？八家两兄弟已经离开医院。哇，那怎么办？这不是又少了两个学生了吗？
李主任，你抄八家兄弟的地址做什么？哦，我要到他们家去拜访。他们住的那么远，怎么去啊？他们住的地方已经快到大余岭的山里头了，并且只能走很小的山路，公路是到不了的。就算是走路啊，也得走上个两三天，不认识的路人根本还找不到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我是花莲人，从小就喜欢登山，喜欢玩，所以才会跟朋友跑到那种深山部落去。平时没有去过的人啊，就算是有地址啊，在山上找上一个礼拜，也不见得能够找得到。怎么回事，主任？您的眼睛啊，没什么，昨天没有睡好，有点头晕。我看这样吧，八家你就别去了，等礼拜天我骑车跑一趟，等我回来啊，有什么情况我再向主任报告。厂长，董事长请你去一下。董事长，您找我。哎，坐坐。你刚代理厂长，怎么样？一切都还顺利吧？谢谢董事长的关心，一切都还好。我有不懂的地方，于小姐、钟科长他们都会教我。我也尽可能的努力学习，免得辜负董事长跟大小姐的苦心栽培。嗯，你能那么想，我跟珊珊都很安慰。老实说，当初珊珊向我保荐你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你的工作能力。不过现在事实证明，我的顾虑是多余的。大小姐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想我这辈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也报答不了她的恩情。别这么说，珊珊也确实需要像你这样得力的人来帮她，分担她的辛劳。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是，谢谢董事长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忙吧，我还要到机场去接个老朋友。